容就是我这是一个很雀跃的给予者，我骑着我的活力小单车驰骋在溪边，在山上，在树林下，纯洁的商店里如痴如醉的逛，我今天跟陆共演感想就是我被他迷住了，他的眼睛里面很像有另外一个世界，他的眼珠子这么大一颗，然后我跟他对看的时候就觉得好有灵气哦，我就觉得这个鹿好像是一个什么守护灵在我的身边，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哎好幸福，因为拍这个 MV 然后可以接触到他，就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经验。跟鹿这么近距离的接触，我小时候真的养过鸭，我知道那个，我觉得鸭子那种东西吼，还是要给它一个环境。对，哎、欸，你以前养的是这种鸭吗？不是，那时候还没有这种。还是养什么姜母鸭？对，一般的姜母鸭的鸭。我是一个非常喜欢骑脚踏车的人，之前。就是很喜欢骑到淡水啊，或骑到巴黎啊，骑到关渡之类的，就是那种河滨公园都超好骑的，边听音乐边骑，时间一下就过了。我在拍这个 MV 的过程，就感觉到最后剪出来应该会是一支很美、很疗愈的 MV， 搭配这首歌可以触动到心里面很柔软的那一块，就是关于无条件的给予，关于曾经收获到的善意跟美好。我希望到时候大家都可以来多多的支持这个 MV 和这首歌，然后我们也是很有诚意的想要把这个作品好好的跟大家分享。